So as part of Camp Aldergrove, you've be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, how can I make a difference in my community? So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your learning has been. 我们的学习的地方，我们就是想把我们这个地球做一个更好的一个。 So, 这个呢，我们在学校读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叫做《你的桶有多满》。这本书呢，我们呢学习到，你呢，你的桶如果有水的话呢，装满了水的话呢，你呢，就是可以去帮，你帮了很多人，你就会很开心。可是你的桶呢不满的话，没有水，几乎没有水的话呢。 那你的你会很生气，还有你会很不开心，而且你没有去帮过别人。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东西，叫做这些纸呢，我们去满别人的桶，因为呢这些呢我们想我们整班的人呢都想去帮忙别人，所以呢代表着说，比如我帮了他，然后这样子我的桶就会去满，因为我去了帮助了他。 我做的实验膏，我们做过了一个实验，就是说把所有的牙膏都挤出来，然后再把所有的牙膏都放回去。我们想了很多方法，也试过了很多方法，但是还是不能把这些所有的牙膏都放回去。从这个实验里我们学到了，就是说，比如你说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就不能把它收回来了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，不应该歧视别人。我们应该多加沟通，和平相处，这样未来才能更加美好。